这一进门，菜香扑鼻呀！爸妈，哎呦，回来了！哎呦，闺女回来早，菜都给做好了，你看，太棒了啊！哎呦，红烧肉卤蛋，哎呦，荷兰豆腊肉，还豆角炖茄子，行啊！这弄得跟咱们家有矿似的，生活。你这跟哪儿学的呀你？ 网上学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这手脏啊，脏死了你！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咱们家彩虹啊，接班的速度太快了，不做不知道，一做吓一跳，这手艺快赶上你了啊！你没看彩虹这是什么遗传基因呢？李世谦的曾外孙女，那还错得了？学什么相声？哎，行了行了，再往下说啊，整条街都是他们家的。本来就是嘛，去，赶紧洗手去，洗好了好吃饭。什么呀你，快点儿！试一下体感游戏 ，Come on， 来跟上。啊，我最近看中了一家酒店。 就在儿童公园附近，它的入住率不会低于80%。老总很想快点把它卖掉。新加坡的王总也对他有兴趣，他说要跟他的合伙人一起出价。你帮我看看那个资料，觉得值不值得买？你还挺会抓紧时间做生意的。你先把资料给我吧，我仔细看一下，明天告诉你。哦，对了，韩青在你那边做的怎么样？ 你说 Amber 吗？除了到处添乱，就没别的了。这么巧，他叫 Amber， 我帮他起的。你帮他起的？你让他叫你未婚妻的名字？他说没有英文名字，也要帮他起。蹦到我脑海里的第一个名字就是 Amber， 不行吗？ 也不是说不行，哎，你既然起了嘛，就算了吧。我跟韩青认识很多年了，他一直挺善良、挺聪明的，不会像你说那么差吧？把我的文件都搞得乱七八糟，我最后找Nicole过来帮我整理。Nicole不是快生孩子了吗？嗯，差点把孩子生在我办公室里。这个时候你让他回来上班？ 只有他知道这些文件怎么放的呀！疯了吧你，很危险的。我跟你讲，她老公要是知道，非打死你。那我怎么办？去看一看呀！不去了，医院那么多细菌，她的身边一定有很多人在陪她。万一她老公真的想揍我，就是她老公真的要揍你，于情于理你也应该去看一看，懂吗？ 记得买素花啊！哪一种？康乃馨呀。颜色？白色。多少朵？多少朵随便，你看着心意就好了。多少朵？12朵。哦，还有，给孩子包个红包啊。给多少？你是个风投专家。 花的事你不懂，钱的事你总该会吧？快去！谢谢你来看我。其实是 Andrew 让我来看你的。那天的事情他觉得很抱歉，所以就让我来看看你。这话不是他说的。 他从来都不会说这种话，也从来不会去看病人。他并不是不关心你，只不过交流这方面你知道的。我明白，所以我从来都不会介意。跟了他那么久，我太知道他了。哎，对了，宝宝呢？在婴儿室，他爸去看他洗澡了。Nicole，Andrew。 Andrew，谢谢你来看我，快坐。不坐，我还有事。对不起。 谢谢。这可是新情况。我要发财了，带薪养娃，头3年都不用工作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 为什么无论他有多神经，我都无怨无悔的喜欢他？这项链和我这个好像啊！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奶奶给我看过好几条她的宝石项链。这块宝石，难道是东林的爸爸送给我妈妈的？何老师，哦，孟老师。 还没去吃饭吧？一会儿就去。哎，对了，上次给您看那篇论文大纲，您看完了吗？哈，看过了。我说啊，你有没有给其他的老师看过？他们有没有什么意见啊？嗯，还没有呢。这是上次头脑风暴的产物吧？现在还只是个框架。我是想等写一个初稿，然后再拿出来。啊，这个大纲呢，我是已经看过了。 嗯，我觉得呢，这个有些观点呢，问题还是挺大的。你看啊，有些论点呢很大胆，但是呢，大胆的地方呢又都缺乏说服力；这个不够大胆的地方呢，又显得太平庸。我说句实话吧，我不是很看好。哦。 那我还是别投什么权威刊物了，我再仔细修改一下，投一个一般的试试。这个我觉得也不太妥。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前年呢，我到北京去开会，曾经听过一篇会议论文。那篇论文的观点呢，跟你这篇啊大致相同。 我不记得那个作者是谁了，好像是一个教授吧。昨天我本来啊是想把那篇论文找出来给你看看，找了半天我也没找到。哈，当然了，你们研究的对象相同，角度也相同，而且呢用的理论也相同，所以呢最后得出相同的结果呀，也就可以理解了。但是。 我想，人家毕竟已经发表了，如果你再发表一次，那不等于是在重复别人的观点吗？不会吧？我写这个论文之前，我做过相关文献的研究综述，没有发现类似的论文啊。所以说呀，这个文献工作呀，一定要做到家，要不然呢，就会搞成重复劳动，就会犯咱们学术工作最怕的硬伤。 当然了，我也不能太责备你。他那个毕竟是一个会议论文，也许呢，他还没有在正式刊物上发表，也许呢，他是准备塞在哪个论文集里，正在出版的过程之中啊。但是他毕竟已经在会议上宣读了，宣读就等于发表了。我也相信你是独立的构思，啊，可是人家是先出来的，那就很有可能。 他可以告你是抄袭呀，对吧？那我这个论文就这么算了。哎，何老师，换个题目，再写一篇。年轻人嘛，有的是时间，加油。来，大纲我还给你。好，吃饭。谢谢孟老师。 儿做的饭太香了，这每次跟你吃饭都成了意志的考验了。好吃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来来来，再来点。哎，好好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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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谢谢谢谢，来多吃点。哎，最近行情不错，要是有钱投进去，肯定能大赚一笔。哎，你补了多少？5万。 10万，10万你也好意思说啊？100万，我琢磨这石头它怎么也得翻一翻吧。100万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贷款呢？我把房子抵押了，加上之前剩的一点，这钱呀也就够了。贷款炒股啊？嗯，那能行吗？银行也不同意啊。 这不能让银行知道呀！我呀，找了个小额担保公司，做了个短期抵押，等钱到我妈账户上，我再往炒股的户上一投，谁知道啊？那能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我上一套房子就是这么来的。那担保公司的朋友是我哥们儿。哎，你能不能帮我也贷点款啊？ 啊，我不像你玩那么大，弄点小的就行。你帮我贷笔款吧。你我可不敢。怎么？现在看着势头很好，其实啊风险很大。那势头说变就变，要不怎么有人一夜白了头要跳楼呢？哎，我不要贷那么多呀，我不像你要贷100万，我就50万差不多了。哎，要不你再借我点呗？我借你行，我有个10万。嗯，可你那40万还得贷啊。这样。 你回去和嫂子商量商量，这个房子呀，它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，你得让嫂子同意呀。哎，得，你算了吧，跟她商量肯定不行，好嘛，你嫂子买菜还跟人讨价还价呢。那你就别试了，就这小钱儿你玩玩得了。但是玩这小钱儿，他买不了房子呀。你嫂子这辈子就想住市区的大房子，哼，说实话。 我每天呢看他那个风湿腿一步一步的去公交站呢、啊，我这个糟心呐、啊，就想让他早点享这个福嘛。哎，小峰，这事儿你说什么你也得帮我。那我肯定会尽力啊。嗯，可怎么帮呢？彩虹，你猜猜我给你买什么了？你先别告诉我啊，我要惊喜。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哎，你新工作怎么样了？ 我对你啊，除了感激不尽，就是感激涕零嘛。所以，安哲没再为难你了。他算是看在东林的面子上放了我一马。哎，对了，你跟东林怎么样了？他还没理你啊？这次算是彻底闹崩了。啊！他从我的世界里干干净净的消失了。其实这样也好，彩虹。 都说这世界上有一种感情叫，友达以上，恋人未满。你觉得真的有吗？我觉得就算有的话，也应该很难掌握吧。其实这样挺好的，你断了他的念想，不要让他再越陷越深了。嗯，给他点时间，他会想通的。哎，彩虹，我最近真的好开心啊！特别感谢你帮我张罗了这个事情。现在我觉得啊，人生都有意义了，生活都有方向了，日子都变美好了。你升华的这么快，至于吗？好啦，晚上我请你吃饭，7点饭店见，咱们不见不散。带上你那一位好不好？咱们大吃一顿。好，晚上见啦！晚上见。嗯。哎，季欢，下班啦。嗯。晚上有饭局，跟我吃饭去吧。你请客？中餐、西餐，什么菜系啊？哎，你别花钱了，我来帮你做一桌菜。 不是我请客，是韩青请客，就是我那个闺蜜呀。她当时羊水破了，快生了，还是你告诉我们的，记得吗？嗯，记得。那走喽，蹭饭去了。我回来了。哎。哇，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我今天发工资了，从现在开始我也是个正式的小白领了。不是，那你一下子也买太多了吧？ 哎呀，我现在是总助了，得砸钱置办点行头，不算太贵，你放心吧，这些都在咱们家经济承受范围之内。哎，我打字打到现在，肚子好饿，帮我弄点吃的吧。你在干嘛呢？啊，我现在在网站上写了一个武侠小说，目前连载到第5章，日更1万字。1万字？你当你自己是打字机呢？现在网络写手的收入也挺高的。 如果订阅的人多的话，完全不亚于一份全职的工作。嗯，当然了，我才刚开始写，没什么名气，暂时没什么收入。挺好的，你喜欢最重要。哎，对了，老公，今天晚上我约了彩虹下馆子，7点。她还说她要带她男朋友来见见咱们呢。好，哎，那约了哪家餐厅啊？惠东啊。惠东？啊，不是，那家菜超贵的，换一家吧。 那我都约好了。再说了，彩虹帮咱们那么大的忙，咱们不得好好谢谢她啊？去吧啊！多多呢？哎，对，多多呢？你没去接吗？不是你先到家的吗？谁先到家谁接呀？完了，不一直都是你接送的吗？沈阿姨是要收超时费的呀。 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一上班就得意忘形，把儿子抛在脑后了吧？哎，干脆晚点接吧，反正都要付超时费，不如我们先跟彩虹吃了饭再去接。哎，那也行，那我给沈阿姨打电话吧，你去换衣服。哦，好。什么时候来啊？快了，哎，来了。嗯，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。 这个是韩青，我同学；这是她老公夏风；这个是季黄，我男朋友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坐吧，坐啊，坐。谢谢。哇。 这就是传说中的学霸，彩虹天天念叨的男神，季黄季老师。今天终于见到你了，我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。夏风呢，原来还是诗社的社长，以后有机会可以一起玩啊。是啊。好。哎，点菜啊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啊。好嘞。啊，你们慢用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嗯。嗯。彩虹，嗯，给什么？早到的生日礼物，打开看看。 手提电脑，嗯，哇，韩青，大手笔。不是，每次我看见你用你那慢吞吞的电脑，我都在想，太可怜了，一个大学者日理万机的，还用着几年以前的电脑。你也不怕电脑拖不动系统啊？你这嘴是开关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的电脑刚刚好卡顿严重啊。不过啊，我这就不算惨啦，请你看看这位大学者的电脑。启皇，你那台可以算是恐龙了吧？是恐龙，不过当初买的时候还挺贵的。 那电脑我就先收下啦，不过钱我回头给你。彩虹，这是礼物。哎呀，心意收到了嘛。你要是给我钱，我给你急啊。行，下次送你同款。那也可以。服务员，帮我看一下6号桌多少，我先买单。好，我先查一下。一共是1400元。1400。 这样我怕他们还要点餐，不如我晚点再买吧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，季老师。彩虹、季黄，你们两个好呢，我绝对支持。阿姨那边的工作就由我来做，阿姨啊，就是刀子嘴、豆腐心，你们要像我跟夏风一样，死磨硬泡，肯定就能成功。对啊。 实在不行的话，就先斩后奏，对不对？你出的什么歪点子？这事儿咱俩可以，他们家不行。你好，一共1400元。哎，季老师，还是我来吧。本来说好了就是我要请客的，是我们要谢谢彩虹替我找了工作，解决了我们家的经济危机。我来吧，还是？没关系，我来吧。稍等。 第一次见到彩虹的朋友，应该的。这样，下次来我家，我亲自帮你们做，绝不亚于这一桌。哎，对对对，你们一定要尝尝季师傅做的菜。上次啊，他就随便给我下了一碗面，特别香，真的。好啊，季老师，今天谢谢你了。那1400是有点贵，但是彩虹介绍的工作工资也不低啊，1400算是小气的了。哎，不是啊，你已经送他一台电脑了，电脑得值几千块吧？电脑是生日礼物，不算。哎，真没法跟你说，越穷越大方。夏风，勤俭节约是对的，但是该花钱的地方不能少。 再说了，那个季老师家庭条件也挺困难的，他有一个生病的妈妈，还有一个上学的弟弟，一家人全靠他。彩虹说他一天要打好几份工呢，哎，就这么困难，你看看人家该出手时就出手，一点都不像你。你光想着人家困难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也挺困难的。你看你爸妈，在广州也算是中产阶级吧。咱们结婚，就1分钱都不给。 你还好意思这么说啊？啊，那我爸当初要给我钱的时候是你不要的，那家里面要买沙发是你退了的。你什么记性啊？你是都忘了吗？你夸张了吧？那叫给吗？那叫交换好吗？一大堆附加条件，我怎么要啊？夏风，我们能不能不吵架？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都去哪儿了？一切都会回来的，我们一定会有好日子过的。嗯，为了多多，嗯，为了我们全家。这不是……我倒垃圾的时候看到了这篇稿子，随手拿起来读了一下。你觉得怎样？很好的大纲，论点新，骨架好。等你写完之后，仔细修改一下，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。你看这里，这有两个论点，有点跳。 记得下次写的时候注意一下衔接。真的？你真的觉得还不错？是啊，我擅自帮你修改了一下，给你提了一些建议。等你有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仔细讨论一下。不用了，孟老师说我写的很一般，还说和一篇什么会议论文很雷同。 叫我不要再搞重复劳动。他这么说啊？嗯。可惜我不是你这个方向的，对张爱玲这个小说也不太理解。孟老师倒是你们这个领域的半个权威。所以啊，郁闷的我都想改行了。不至于，至少我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实力。 你有很强的分析能力，能穿透现象，看到本质，也有理论深度，不要放弃，我看好你。真的？真的。很遗憾，有人写过这种类似的论文。不过，我很喜欢这篇稿子，我也学到了很多。俗话说，文人相轻。其实。 文人和文人之间最珍贵的一个字就是“识”。你怎么总是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心灵伴侣。哎，大陆，那个街对面的那个超市啊，打折呢。周年庆，花生油卖的特别便宜。明天你出车的时候，先去抢两桶啊。哼，抢两桶啊？哼，不给人钱的。不给钱，人家给你油啊。你要是那个早点去的话，买个5桶，这样的话，咱家能吃到过年吧。然后你回来的时候，去趟菜市场买条鲫鱼回来。 得嘞，哼，哎，那个鲫鱼得买多大的呀？买个1斤左右的吧，最大不超过1斤2两，因为鲫鱼太大的话肉就不好吃了。做葱爆鲫鱼就1斤2两以内的。哎，你当心点啊，现在鱼贩子可贼了，买鱼的时候你别买那种要死不活的。得嘞，那我知道哪条鱼死哪条鱼活呀。你看鱼。 眼睛啊，跟他对眼神儿啊！哎，你买鱼的时候死盯着他，要是那鱼也盯着你，发出宁死不屈，就他了。哟，嘿，我感觉这不好拿。哎呀，得嘞，宁死不屈。你可以休息了吗，我的小姐？ 等一下，我现在大脑正在高速的运转中。你已经工作很久了。久吗？我感觉我还没有开始啊。你不觉得从回家到现在都在工作，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？哎呀，是挺累的。这个这么认真干嘛？犯得着吗？犯得着。这次《罗新堡》的拍摄如果卖得跟上次一样好。 老板一定对我刮目相看。他对你刮目，我就要被你气死了。好不容易来你家一次，你就让我看杂志啊！哎呀，你等我忙完这一期，我补偿你啊。那行，那我们先去吃饭。你画那么浓吗？哪浓了？我就是画个眼睛。不就是个房地产内刊吗？奶都蹦到奶瓶里了，等下记得从冰箱里拿出来带给沈阿姨，而且告诉她千万别在微波炉里加热。喝之前呀，用热水烫一下，烫到室温。嗯，你今天不送多多吗？她现在还睡着呢，闹了一宿了，再让她睡会儿吧。还是你送吧，今天我有面试，那个地方很远，要早早赶车。那好吧。 对了，你面试那个西服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我那西服洗了，但我忘了晒了。哎呀，老公，这西裤是要手洗的，你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西服不可以丢在洗衣机里洗啊。你还把什么丢进去了？我把昨天的脏衣服都丢进去了。 老公，衣服是要分开洗的，那不然会染色的。你看，我怎么知道啊？算了算了，没时间给你算账。哎，不对，早餐不吃了吗？哎呦，我不吃了，没时间了。你多少吃一点嘛。来不及了。不，那我的西服怎么办啊？你自己熨一下。啊？好了好了，我走了啊。来来来，小妞。好。 这是我们杂志每一期的样刊。这个是员工上岗的培训资料，这个呢是最近几年著名的国际时装节的录像。资料室里面还有非常齐全的北美时尚杂志。嗯，好的 ，Maggie， 谢谢。不用客气，夏枫在的时候经常帮我，几乎是有求必应。所以你有什么问题或者需要帮助，随时来找我。好的。哦，对了。 这个你可能会感兴趣。这是夏枫在 Taurus 发表的所有作品，我想你肯定想了解一下。我都看过，至少3遍。真的？嗯，我也爱好写作，之前跟夏枫就是在大学的诗社里认识的。哦。哎，那夏枫她现在怎么样？有一些面试，但是还在看。谢谢您的关心 ，Maggie。 客气。喂，哦，我是夏枫。啊，改成下午2点是吧？没问题。简历要3份啊。好，那我马上打印。 好，谢谢啊，到时候见。哦，我Andrew， 火警响了，是消防演习，你得赶快跟我下楼。 Andrew， 没事的，只是消防演习，你得跟我下楼。没关系的，没事，你忍一下啊。哎，Andrew， 你现在得跟我下楼，可以吗？没事的。嗯。那你慢慢起来。好了，你脚受伤了？啊，烫了一下。要不看一下医生啊？没事，小伤。货车到了，小夏去卸货。哎，马上。 我来吧。啊，不用不用，我可以的。那你来点货吧。我真的可以。家里农忙的时候，我扛的东西比这个重多了。就你家农忙吗？我家农忙的时候，我也扛重的东西啊。啊，你来。谢谢啊。嗯。 不是说今天有面试吗？去了吗？去了，交了一大堆简历，就没下文了。小夏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！来了来了，小夏，哦，来了，你快点啊！来了啊！来了来了。这几年呐，枫林搞多元化经营，想跟我们合作的公司很多。 原有嘉华只是其中之一。苏少安在业界的口碑很好，苏东林也不错，之前都跟我们有过合作。至于冬雨嘛，他一直在国外，生意上也从来没跟我们打过交道。老谭呢，对他有些疑虑，也属于正常的。姑妈，冬雨在东南亚的生意做得很不错的。 这一次被调回国内，也是因为他爸那边人手不够，他自己是很想在房地产这一块做出点成绩的。可这个谭总监，谭总呢，是你爸爸一手带出来的，他的做事风格跟你爸爸一样，胆大心细，投资啊相当的谨慎。谨慎是好事，那也得亲疏有别吧，也不看一下冬雨跟人家什么关系。姑妈。 我看这件事情啊，要不你就跟你爸直接提吧，就告诉他你现在有对象了。这冬雨呢，家境不错，学历也好，而且呢，事业心还这么强。你爸爸呀，喜欢这样的年轻人，告诉他，让他高兴高兴。我爸是不会理睬的。冬雨又不是我第一个男朋友，这种情况的我也交过好几个。我跟他说，他根本就不接这个茬的。 姑妈，要是您去跟我爸说一说，说不定还有些希望啊。哎呀，我跟他说的还少吗？要不这样吧，丽丽，你告诉冬雨，这件事情啊，我会放在心上的。老谭那边呢，我也会打个招呼，问题也不大。谢谢姑妈。我一直把感情在心里。 封存，怕你要的幸福我不能胜任，所以我习惯用怀疑的口吻提醒自己别陷太深，可偏偏一次次追问，记忆。 越加深，这是一场认清内心的旅程。看着你的眼神，不得不承认，有些人值得你奋不顾身。爱是我拥有的最好身份，无需旁人关。 让时间来验证，哪怕没有结果。至少我们还有过程。幸福、孤独都将变成两人份，不必独自沉沦，因为爱没有什么不可能。幸福、孤独都将变成。 只要情。